天呢、啊，还有前天，慈济人呢、啊，在线上来拜年呐、啊，这都是大家最期待，人人一见面。好想念哦，想念师父，师父的回答也是很想念哦。这么多的好弟子啊，隔了大海，隔了大山，这遥远呐、啊。但是，过年的喜乐的气氛。好开心啊！总而言之呢，同这个时代，在平安的社会，能这样的过年过节啦，顺着节气呢，这样的欢喜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